天吃喜茶六个蛋糕，我每次去买都很难买到这个香芋的，今天终于给我买到了。这个真的太好吃了。我今天是穿黑色衣服，它特别容易曝光。来个小白兔，
哇，真的今天太曝光了吧，我都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有可能是我穿的是黑色衣服。咸蛋黄肉松，哎，又曝光了，那我就说了，拜拜。